东路的那个。哦，这个地方依然搭了一个戏台。哇，这还有一艘船。九皇盛会。上面是观音，然后这个应该是他们的哦舞龙队，不知道今天晚上龙队可能也要表演吧。心里一愿，不知道他们怎么安排的，我也听不懂。这是乐披府关帝庙老星星坛。这个他们首先开始是舞龙。所以他们这个项目还是蛮多的。
出去了。好，银河队集合了。มารับดูกันนะครับทานข้าวกันเนี่ยครับทานข้าวรอข้างนอกก็ได้หรือรอข้างในก็ได้啊这个九皇盛会确实是非常热闹哇他们这两条龙这一条龙好长哦哇这条龙好几十米然后看一下这个银河队是要在这里表演一下再接着出去吗所以他们今天是要去街上巡游还是会去一个集中的地方进行表演现在不知道